冷酒入愁肠，可是伤身体的。屋里有点暗，太亮就没气氛了。嘿，我让人点灯，这样才可以照亮你的美。不行不行，你抱着这些书干什么？这里面有黄金珍宝，有美颜如玉，还有宇宙海天，很值钱的，而且都是易燃品。有没有如胶似漆？胶和漆易燃，易燃。我看这屋里最值钱的就是你了。哎，你不准过来啊！我这人嗜酒如命，更加易燃。那让我试试。能不能把你点燃？飞公子，你究竟隐藏了什么？有形的生命的确非常脆弱，但是无形的力量就会坚不可破。火媚术，我还以为只是两个人的小秘密，原来你还藏着一个秘密的朋友啊。三人行必有我师吗？亦师亦友，逆鳞之剑。哦，剑是凶器，名剑更有灵性，需要选择强大的主人，这样才可以弑杀更多的生命，共建银血，而剑灵
是这把剑的历任主人中最强大与最契合的一位亡灵。你懂得不少吗？主人天泽素好明兵利器，我也略懂一二。这样的剑稀世珍贵，你为何会有秘密？快告诉我。喂，你就不管我了？公子，我准备的惊喜还满意吗？